Colombia is out of control. So we called for the police to come in and.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高校之乱》特别节目，我是李科夫，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好。科夫你好，大家好。美国高校挺巴反以示威浪潮持续延烧，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逮捕示威学生，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巴以双方支持者更是爆发混战。警方清场，校园能否恢复平静，还是会使示威声浪再升温？白宫谴责，各方声援，美国大选是否再临挑战？今天节目中，驻纽约记者陈飞飞将我们带来当地情况的最新进展。在上海现场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先生也将进一步分析事态发展。我身边的郑浩先生也将共同为您解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大学校园挺巴反以示威持续，纽约警方周二晚间应校方的要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清场，并逮捕数十人。警方称事件中没有人员受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有至少50名警员通过梯子从二楼窗户进入早前被学生占领的汉密尔顿大楼，随后清理楼内杂物，逐一搜查楼内房间是否藏有示威学生。大楼之外，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表达对警方的不满。清场过程中，部分学生遭反绑双手带上警方巴士。纽约警方称，行动过程持续不到3个小时，有数十人被逮捕，没有人员受伤。警方还否认了在行动中使用催泪瓦斯的说法。学生们就要求释放被逮捕者，并质疑警方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挺巴反以示威浪潮遭遇警方清场，相关消息请看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本台驻纽约记者陈飞飞发回的现场报道。从30号凌晨12点半到晚间9点半，这场约21个小时的挺巴反以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是已经过了午夜，但是校门外仍然有上百名警力把守，并且大家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他们依旧是全副武装，腰间是别着警棍、电击枪、手铐等等啊，是荷枪实弹。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警车和警方的巴士依旧驻守在校门外。那么根据各大校长沙菲克给纽约市警局发送的这个信函当中啊，校方是希望警方一直驻守在学校直到5月17号，那5月15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也就是说，校长是希望能够在警方的帮助之下，保障学校能够顺利的进行毕业典礼。但是呢，从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整个的观察，今天纽约市警局动用的整个的警力，包括整个的计划布置，整个的清场的过程，可以说是阵仗前所未有的大。我在纽约生活工作了8年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如此多的警察，并且包括有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无人飞机，动用的各式警车、防爆车辆等等啊，就这个阵仗可以说是显示出了纽约市警方一个坚定的一个清场的决心。
美国各地高校停班反应是否持续？我们马上到西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现场看一看。好，我们看到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场。那么现在时间是深夜，我们看到校园内有警方人员在场是执勤，可能他们在场是要驱散一些示威者来维持秩序。早前发生了这样的场景。那么巴以双方的支持者早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里面爆发冲突，双方人员手持木棍等扭打在一起，现场是一度冒出白烟。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当地时间周二晚间11点之前，数十名以色列支持者出现在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营地，试图推倒由护栏和胶合板组成的路障，有人向帐篷营地投掷鞭炮，双方于是爆发了混战。另外，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冲突发生前数个小时，校方曾经宣布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营地是非法，违反了学校政策。校方并警告，拒不离开的学生可能会被停学或是开除学籍。而除了备受关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美还有超过20所大学院校都有学生的示威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从美国媒体整理的校园地图来看，美国至少有21个州的25所大学，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抗议活动而被捕，包括洪堡理工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哈佛大学、爱默生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等等。美国大学的校园挺巴反应示威持续啊，美当局逮捕行动的力度和目的到底如何？我们有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看到这一些校园爆发的示威浪潮啊，会给美国当局拜登当局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首先呢，这次的在美国啊，20所大学，其实呢，今天上午呢，我看到这个有报道说呢，有40多所啊，美国的大专院校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学潮，那么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偏袒以色列，同时呢，罔顾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生命，对拜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当然啊，他很难改变啊拜登现政府的对以色列的一个政策，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引起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反响，这样的一种冲击对拜登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稍后我们会谈到，今年呢又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对美国这个两位候选人，特别是拜登的选情来讲多少呢都会有一些冲击。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哥大现在已经是暂时平息了但是呢，在其他的院校仍然有部分的学生坚持抗争，最终呢，它当然不会演变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些流血冲突事件因为呢，从参加这种学潮的学生他们的动机来看，只是呢要表达自己强烈的对拜登政府的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一个不满。对，那么当然有少数的可能是一些校外的人员他们呢打着这个支持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名义参与了学校的一些动乱或者是呢甚至于参与了一些暴力的一些行动。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整个的全美的发生到目前为止发生我们看到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潮来看，大概呢规模也就是如此。当然不排除未来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这种潜在的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呢，就是如果说美国继续的强烈的支持以军来攻打拉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在美国的阿拉伯裔的学生可能呢会在情绪上有一个反弹。但是从目前来看，好像呢这个已经是暂时受到了一个控制，暂时还是受到克制的。好，我们来看哥大警方清场是否会激化其他高校进一步对抗冲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更是爆发大规模的肢体冲突，那么示威浪潮最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来做点评和分析。黄教授你好。你好。对，我觉得刚才郑浩先生说的那个受到克制，你认为这一场美国高校挺巴反以示威浪潮未来会如何发展呢？我觉得这要看美国政府的这个动作，当然也要看加沙的局势有没有改观。因为这次学生
抗议的主要原因是想停火，是想这个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式的这样的一个杀戮，停止战争。他们并不是像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一些政客说的反犹太主义。有一点必须要看到是，这次发生学生浪潮的学校基本都是所谓的美国的精英学校，像哈佛啊、耶鲁啊、哥伦比亚，这些都是一些所谓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比较好的家庭的子女，并且学生呢也都是各方面的学霸和尖子。那么这些学生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都是认为他们是这个，他们主张的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个等等这些正面的观念，他们可能也自认为自己这些观念的捍卫者，并且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作为他自己的己任一种使命。那么现在呢，在加沙发生的这一切呢，完全击碎了他们那种人设，跟他们长期教育并且自认为的一种使命呢，是格格不相入的。这是他们起来抗争反抗的主要的原因。而正是这一点上呢，我认为美国的大学校长也好，美国政府也好，低估了他们的愤怒和他们的这个决心。所以呢，你越是就采取了一种非常轻易的采取了打压的态度，以为通过打压、通过威胁、通过抓捕就会把他们压下去，我认为这可能是有些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如果把他们理想击碎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他们必须要争的，因为他们为之斗争的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还是这样强起一种强制的手段来打压他们，如果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不停止，如果继续有平民被遭到无辜的杀戮的话，这学生是会抗争的。并且呢，这个抗争我们看到不仅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展开了。我再强调一点，这里跟60年代70年代那个反越的游行示威有些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呢，我发现学生不仅是为了自己反战的这个理念，更多呢也是自身利益，因为当时的学生很多被要抓去当兵，他们不想被抓去当兵，这也是他们起来抗争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并且呢，当时正因为如此，当时领导美国全美抗争的往往是一些这个州立大学或者是公立大学，而这一次恰恰相反，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完全是为了理想而斗争，并且呢抗争的学生实际上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学生，而出来的学校呢也是所谓的精英学校。好的，谢谢黄静教授的解读。那么现在是美东时间早上的8点多，纽约大学哥大学生抗议浪潮进一步升级，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庞哲。庞哲你好。科普你好。美国再出动警方清场，昨天哥大市度过了不眠之夜，那么目前最新情况如何？美国各方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好的，客户，实际上现在哥大这个事情已经不仅仅是成为哥大的事情，而成为全纽约市民都关注的事情。主要是警方出动之后清场并且是逮捕学生，现在可以说这个大家都在，学生不是特别这个成为主谈的话题，但是基本上也都是在议论美国的言论自由以及美国的这对学生对孩子们的这些动作表示的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今天呢，估计市长还会对这个事情在9点钟左右会发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明会。那当然现在是基本上是两种看法。那么作为犹太裔的一些学生和犹太裔的一些民众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满，就是认为纽约市和这个纽约州政府在这个管理上和在校方的管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所以但是呢，对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来说，就认为是封杀言论自由，而且进行武力的大规模全世界这个人类方面的一个毁灭的动作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这两种情绪要需要平复的话，应该是仅仅靠警方和校方还不够，现在应该是整体的这个纽约社区议论市民和人们对现在美国的一个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以及对今后事务的发展，还有这以色列这个方面怎么样来能够是帮助美国来平息美国国内现在不断掀起而且这个情绪不断升高的这种动荡的情绪，还是呢干脆继续进行这个攻击。不过现在可以说事态还是在协调过程当中，虽然校方已经表示道歉，认为他们不应该动用警方，但是也有这个犹太裔的学生认为他们动用警方太晚了，因为是这个砸毁这个学校的物品而且
侵占校舍，是其他的学生不能那个就读，已经是违反了他们宪法真正允许他们和平进行这个抗议的权限的规定。所以校方呢现在也是在非常一个棘手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校长会辞职，国会又会怎么样，还会整个影响这个纽约时态的情绪的，我们会做跟进报道。何博。好的，谢谢庞哲。对于近期高涨的美国大学支持八人示威，加沙民众感到振奋，希望局势能够因此有所改变。People in Gaza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news about that surge in the activities and the dramatic change when it comes to the protests and sit-ins with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y have been happy and they have been hopeful as well. They have been happ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y saw more activism in support and solidarity of Palestine and with Palestine, and they have been hopeful that this kind of protest and action would prompt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ir country, which is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to reconsider its position from the Israeli occupa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is type of movement is going to be fruitful and productiv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反以示威学生30号占领一栋学校的教学楼之后，美国白宫是强烈谴责占领教学楼这种行为绝非和平抗议，干扰了正常的校园秩序。美国白宫30号强烈谴责哥伦比亚示威学生占领学校教学楼的行为，认为这干扰了校园的正常秩序。The president believes that forcibly taking over a building on campus, is absolutely the wrong approach. That is not an example of peaceful protest. A small percentage of students shouldn't be able to disrupt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the legitimate study, for the rest of the student body.华盛顿邮报30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称，席卷全美的学生抗议浪潮可能是美国年轻一代对巴以冲突态度的转折点。皮尤民调的一项调查发现，30岁以上的美国人大多数更同情以色列，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33%更同情巴勒斯坦，只有14%更同情以色列。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美国高校抗议风暴持续，其实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在美国，不同世代出生的人对于巴以的态度差异是相当明显，尤其是这一代大学生和之前的相比啊，对以色列好感是持续的缺少。在巴以冲突前，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的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对以色列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那么再来是 X 世代，即50岁到64岁，对以色列好感是60%；千禧世代30岁到49岁，对以色列好感降到49%；而 Z 世代，也就是18岁到29岁，即大学生对应的年龄区间，对以色列好感只有41%。而巴以开战之后，年轻人不满更加沸腾。2024年1月份，《经济学人》杂志民调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的是种族灭绝。这个数据在18到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到44岁受访者中有44%，但是在45到64岁受访者就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只剩下21%。美国不同年龄层的人为何对以色列态度差异如此之大？这样的因素催生了这一场高校抗议风暴吗？继续有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来做点评和分析。黄教授，我们放眼美国历史，学生遭逮捕的情况也并不罕见。纽约时报称，此次活动堪比1960年代著名的反越战示威。那么对比反越战示威，这一次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相同的都是年轻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来进行抗争，而抗争的对象呢？都是公权力，就是美国政府。不同的是越战时期，第一点，抗争的除了理想之外还有切身的利益，因为当时的学生如果不抗争的话就会被抓兵抓去越南当兵，而且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很多青年参加反越战示威呢是反征兵，反强制征兵并且呢第二点不同的就是当时呢抗争学校的主要领导的学校都是一些公立大学，像 UC Berkeley 啊，一些州立大学，而这一次呢学生是完全是为了理想抗争的，因为他们刚才我说过，他们这个从小到大都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平等自由的一个象征和捍卫者，他们以此为使命，他们认为他们是公平公正
正义的这个都是这样教导起来的，而现在在加沙发生的事情呢，完全打碎了，或者和他们的理想是格格不相容的，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捍卫理想是他们的全部。也正因为如此，这次抗争的学生和学校都是精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私立大学，而这些人呢，也不是像越战时期那么有广泛的平民的一个基础，而恰恰是来自一些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上的一些比较优良，就条件比较优渥的这些家庭。所以这些学生从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会更坚决，因为他们是为理想而斗争，并且会更愤怒，因为他们从小到大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组织应该为公平正义而斗争，而捍卫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从小搭设起来这个人设，他们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理解都因为这次以色列在加沙的对巴勒斯坦的所谓种族灭绝这样被打得粉碎，所以他一定会抗争到底的，因为如果不抗争的话，那么他们整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好的，谢谢黄静先生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有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做进一步的分析。郑先生，其实很难对这些学生的动机进行批判，因为他们确实是也看不惯以色列的一些做法。是的，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带作为的一种越来越的强烈的不满？当然非常强烈的不满，因为呢，确实以军呢是太过分啊，208天，对这个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滥杀无辜啊，35000人啊是遭到了这个杀害啊，而且呢大量的是妇女儿童。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呢，为了借着所谓打击这个哈马斯啊，封锁人道主义的救援的行动。那么其实呢，所有的这些背后呢，都有美国政府的一个支持啊，甚至于呢，在联合国我们看到安理会讨论的几次的非常重要的相关的决议，美国都是否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国际社会啊，特别是让在美国的阿拉伯裔的学生，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就是明显的偏袒以色列啊，同时呢，罔顾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权利、生存的权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这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强烈上的一个不满。这种不满的情绪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已经转化成一种愤怒啊。刚才黄晶教授分析的非常准确，他说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个理想和抱负，有着使命感。同时呢，他也提到这个越战时期。越战时期呢，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之所以越战，就是在美国的越战啊，最终改变了美国的这个越南战争的一个政策，到尼克森啊，到这个70年代初的时候就撤军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大兵啊是参与了越战，也就是说呢，有30多万的美国的大兵，要么死在了越战，要么受伤，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还有2000多名的这个美军大兵的尸体找不到。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时是越战是美国亲手发动的一场战争，而这次呢，美国并没有派大兵到这个加沙去，也就是说呢，在美国目前来讲，还有美国的没有美国的士兵美国人这个死在这个加沙，因此呢，它不会引起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强烈的反弹。我们知道呢，在这60年代70年代这个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它之所以能够改变当时的美国政府，从 Johnson 到 Nixon， 主要呢还是因为他得到了社会普遍的一个支持和认同。那不仅仅是学生，学生呢，他可能是越战反越战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得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因为社会很多的家庭，特别是草根家庭，他们的子女死在了这个越南，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性质上的一个不同。那么因此呢，那次的这个反越战的运动啊，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的精英、新闻界、文艺界商界、草根、学生一起掀起了这个反越战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最后导致尼克松要改变这个对越的一个政策。但是这次不同，它不能够改变拜登的现在的支持以色列的一个政策，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美国的美国人、美国公民这个参与之间的冲突。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整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反弹。虽然舆论上支持这个同情相关的这个巴黎的学生，但是也仅此而已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现在是一个分裂的状态，更多的人恐怕呢还是支持或者是默许
啊，这个拜登的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的政策。但其实对于拜登政府来言，这个抗议发生的时机很敏感，因为还有几个月就是大选了。而这一帮学生，你看他们标签年轻、精英大学啊、少数族裔，很可能是拜登的支持者，而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怎么去处理是很敏感的。科夫，你说的非常准确。2024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那么无论是在美国啊，还是在美国以外，只要是跟美国有干系，那么都会成为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而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校园掀起的这种学潮，实际上呢，对美国在11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特别是对拜登的选情，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啊，在美国，阿拉伯裔的美国公民450多万人啊，那么。450万人，这个穆斯林的美国公民是差不多450万，阿拉伯裔大概是350万。但是呢，你别看这350万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不到1%，但是呢，却在2020年它左右了拜登的选情，而且最关键的是在几个摇摆州，像密西根州、佐治亚州，这个宾夕法尼亚州，都是因为阿拉伯裔出来投票投了拜登，因此呢，才导致他能够在关键的这个摇摆州取得胜利。就是这一个族群是拜登绝对不能得罪的啊，对，应该是这样。好的，谢谢钟耀先生点评和分析。美国挺巴反以示威外溢，警方新场冲突升级，高校之乱如何收场？我们将持续为您报道，敬请关注。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